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很开心。我要跟大家演一段。薇姐，你喝多了。对，今天在场的所有消费由小 Q 买单。喝大了吧？不行不行，我要给大家演一段。小 Q， 薇姐今天开心啊，你要让她尽兴啊。舒克，怎么了？我看看。 你给薇姐吃了什么蛋糕？我买的桃子味的蛋糕。她对桃子过敏，是我也不知道呀。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你这干嘛？这喝的啥？喝的啥？喝的啥？吓什么呀？哎，穿好穿好，来，听话，别了我，多吃什么？听话，哎，不要拍了，你们拍什么？ 不要拍了，别拍，不许拍了。这种不雅照明天上了头条，业内的人准会认为孙唯一是个私生活不检点的豪放。别拍，到时候我看你总监的位置坐不坐得住。别拍了，赶紧让开！你还拍？喊你，你有病！我已经让人把这里的信号屏蔽了。另外，告诉老板，今天晚上所有的损失，我一人赔偿。是。